就像是失去声音，我感觉不到呼吸，连空气都出气。拜拜，爱了我所有，每秒都满载心机。我太难了，高铁最近我压力很大。哇哦，这首歌你有听过吗？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？当你给猫一个鸡蛋会发生什么？嗯，这是个啥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在无忌惮的波涛，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白月光在照耀，你在想起他的好。初夏解愁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？昨天金锁偷吃肉肉热门了，今天又发现在偷吃，简直就是一个小馋猫呀！想吃要表演技能的哟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一加二等于几？你是发现新大陆了吗？你是不是傻？玩这么嗨，闻没闻着啥味儿？臭不臭？嗯。好，在这里站好，站好，小心一点。哎呀！看妈妈，漂亮！看妈妈，小圆。这儿来，这儿来。这里来，快点，这里。哎呀，咋了？打出眼泪来了。哭了。打出眼泪来了，咋哭了？不哭啊。天哪！当我骗我的猫说把它卖了。大吉，好吃吗？太能吃了，我们家快养不起你了，我打算把你卖了。你喊上妈妈，我就不卖你了。如何挑拨狗狗之间的关系？他们亲密的样子，当给了一个磨牙棒，瞬间变脸了。哈梅被气得直呲牙，然后就打起来了。又打起来了，我真是太坏了，嘤嘤嘤。如何让亲如兄弟的猫狗瞬间反目成仇？你们看，平时都是这样卿卿我我腻腻歪歪，二哈还一脸享受的样子，王大菊的老婆过来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，心想这俩男的在干嘛？快看王大菊贱贱的样子，点点都不忍直视了，是时候该出手了。于是我说了一句：“试试，你知道你之前那根苦瓜被谁偷的吗？就是王大菊。你偷的我苦瓜，表面跟我是一家，背地偷我大苦瓜，滚！韩狗不是我，你骂我憨，你在这憨，你在这憨猫。”
给狗鼻子贴上零食。别眨眼。坚强加油奥利给！哎呦我的妈！